观众大家好，我是嘉宏。原本就想搞一些自战解说的节目吧，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的荧幕录制软体，所以就没有做。那今天找到这个软体好像还不错，所以就开始在搞。那应该比较难说，像之前那样边下就边即时讲解，因为 感觉这样会比较影响心情吧之类的，对吧？所以可能就想说用那种复盘的方式来做讲解。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今天下的棋啊。早上是下了两盘，输了一盘。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是怎么输的。我们可以看到我是直白棋，对手一开始下了这个对角布局，感觉现在这样下的人少，因为毕竟说如果是这样子，他这样子会有一个比较连贯的势力。那你这样对角的话，感觉就至少角部的部分已经是打散了，所以就如果就打散的角度来说，那黑棋要贴目可能就比较麻烦 那当然，其实对我们业余棋手来讲，应该都差不多了。那可能是职业棋是他们一些想法 好，那黑棋挂这个也是必的，那我小飞一个，他也飞进去，可以说是一个掌握目数的一个手法。那我挂这个，我想说他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当然也是一盘棋啊，他有可能会盖这个，我比较喜欢下。但是他这样空很多，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就先打散。然后这时候我是双挂，这一般的话当然就是点缀，但我又觉得这样子当然也可以啊，就没这样下，其实也没什么原因，我就想双挂而已。这样子的话，感觉几乎是白好，毕竟将来还可以这样子顶过。那黑棋其实没什么东西，我这破买特别多。这个 B 有一点点痛苦，但应该也还好。他这时候进角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其实觉得他下这个也许更好。毕竟他这边是蛮厚的，而且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再走这个就没什么意思。这个间距是效率蛮高的，有五格，这个效率是挺高的，所以这样子我顶这个我就不是很想走。你这个我一拆了，其实它这个都是扁的，效率也不是特别高。然后他再逼住这个我。后来想一想，也许我应该去挡这个。挡这个，我这一块棋本身特别厚，所以他这个打入就变有利。他也许要补一个。那我这一块棋一旦变厚，他这个就没什么东西。我现在再把他这个消掉，那这个他的控就十五，这个大概十五。这算他十目二五，这个也大概十目三五35，那我这个十目五目十五二五，我大概目数肯定是不会差。那这样一打散，其实作为黑棋需要贴目，其实就没那么好下了，我是这么觉得，对吧？就这样稍微随便走一走。
感觉就整个打散，而且我说过我还有这个，那他这边更木数是更受伤，所以其实我也许应该下这个去加厚我自己。那当然他也可能在走这个，但是呢，当然那边这边会薄一点，那又是另外一盘棋。其实打入其实是稍显急躁的一手，因为其实他实战就这样提了一跳，我其实不知道下什么，我就跟着跳。然后他尖坠的其实也是蛮臭的一手，我觉得应该就跳一跳，我其实就很差，这白棋就很差，没走到什么东西，主要是。我这一块也有点薄，将来他一飞进去，不知道硬在哪里。其实也是都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下什么。其实他就把这个力了，我这个太大了，这个比刚刚他飞在那边补还要大多了，他这个至少有20目以上，那我这个跟他这个都没什么用，我这个还没挡到，这个将来飞进来还是有点痛苦，所以我这一串打物被他踢了一跳，我根本什么都没走到，但是没想到啊，他那边尖了一个，其实没什么必要，然后我就打入，直接活了一块，但其实白棋还是没什么赚，因为他尖了这个，我这块毕竟变得更薄了，我这块变得更薄了，那这一块也特别薄，下面这个眼位被他一冲下去之后，这个将来连这一跳都是先手，这一挖直接炸了，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有点想。这时候，我能不能跳过去把头弯过去？但是发现一跳我有点痛苦，我如果黏住他一挖，哇，这已经喷了，所以想一想，我还是在这边跳。那高跳当然是说对中间的战斗可能比较有帮助。那他尖通这个。今天这个就是比较掌握目数的下法，哎，这个挂点呢还是太丑，他这个也看不是很懂，可能就加厚中了吧，所以我想说用飞的，因为不能跳嘛，所以我就用飞的，那他拐过来我再跳点。什么问题？哦，这边很有问题。我应该要飞这个，我应该飞这个。那他如果走这个，我在加厚这边，他可能会拿捏住我形状。那我再往里边跳，这样肯定是好多了。我实战我简直臭飞了。这边跳过去这一块简直是薄到一个，哎，实战直接用最蠢的方法，哇，这个厚成这样，太夸张了，这太厚了。实战被，哎，这边被跳过去，我已经感觉已经输了，这边，哎。先手活，然后再把这掏，我想到
可能比较好的方法，可能比较好。他立这个，是从立这个你就知道这人棋有多弱啊！跑去立这个到底是干什么？我在中间加厚了一手，顺便瞄着这个打入，但他也是马上很机警的就补掉了。但我觉得他如果都飞掉了，那肯定在往里爬吧。现在这个打入其实就没那么痛，毕竟他这个左右都是活的，那这个破掉就只是一点点模式。他就把这个火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可能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当然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我这时候应该要马上把这个走掉，整个中间后了，然后再来再往里边跳之类的。那是不能形式判断。实际上我走一个，哎，这时候就其实就已经输蛮多的了，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其实已经盘十几了。被他把这个一爬，再把这一飞，我已经输多了。后面就没什么，看一下多久。哦，才11分钟，那还是再录一盘。哎，后面就输多了，哇、哦，直接喷队友，哇，盘是4啊，我去，居然可以下这么差。啊，早上还下了第二盘，看一下，我又是只白棋。一开始对方下这个木外是比较特别。那一般如果是一个星或一个小木，通常都是选择挂小木这边，不管你要怎么挂，通常都是挂小木的。那他挂星位，其实我比较少见啦，当然也不能说这样就有什么不好。我本来以为他可能还要再挂一个，这样是比较常见的。啊，我可能只加一个之类的。对，那这样是比较少，比较多见了，比较多见。可能会这样之类的。这样就是它的速度比较快。然后白棋就只局限在这一边。好，那他是选择双挂。然后我踢这个其实变化是相当复杂。如果说长这个，我会坚持，然后有点角的，有搬这个的。点角的话，我记得是这样。然后愿望，然后什么？好像是门这个，然后我点一下，然后冲两下回吃。诶，这样好像，这样怎么好像黑棋崩溃？还是有拐啊？不可能加这个，不可能加这个，有拐掉吗？有拐掉吗？啊，我忘了，反正。可以去查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哪里有的查，反正就去查就对了。这我也忘了。然后帮我的挡打，就围绕这个结症做战斗。他可能会走这个，然后我压他靠下。哇，这我也忘了，反正有地方可以去查就对了。我好像也可以飞这个。哇，我忘了，反正这个实战我下过很多次，但我还是不太确定要怎么走。然后他拖这个，我记得是有补这个的，然后他搬，然后我守吧。将来打这个蛮大的，但是我不肯再硬。然后我实战我就想变通一下，我立这个，我觉得。这个战斗我好像
还可以，这个战斗我好像还可以。那我团这个还先手，我可能可以直接把飞罩住之类的。没，我也没看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实战我是黑棋，我应该会，这个行，有个跨段，这个跨段好像还是有点严厉。如果实战我是黑棋，我也不知道怎么想，我可能，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下，想一下，我可能还是会回拆，然后就这样之类的。实际上他走的也差不多，只不过他拆二，这样我觉得我满意，因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白棋有2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整个20目棋，那头的话是黑白各一，那黑棋目就只有确定的就只有这边6目棋，那头两边都一样，那肯定白好，对吧？当然白棋是多一手棋，但是我觉得白好没问题。他挂这边啊，挂外面也是有点奇怪，我觉得他应该要走这边或者是这边的地角，看你要怎么地，有这个的也有这个的也有这个的，最一般是这个。我觉得这样当然还是两分的一盘棋。那他外挂这边是比较奇怪，我觉得我实在想说，我如果再跳这个他就回拆，那白棋好像就只有局限在这一边，不是很满意。再来，我不管走哪边，比方说我走这边，好，就走这一边的，就走这一边的这个。那其实，我觉得白棋没有什么好，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挑起战斗。他反夹我也是没有想到啊，我肯定没有想到，我觉得他肯定是这边拖断啦，或者是这边过来啦，还是什么的，对啊，大概就刚两招。这个变化我也是，这就是那个中国流的变化，但是我肯定是不熟的，我记得是这样。然后白的怎么下？不记得，还是好像也有打了再尖。我记得好像有这一图吧。然后这边就留一个扑了，然后再扑。这边留一个扑了再扑角，这个结征嘛。但是黑棋当然要吃的话，必须花非常多手，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必须花一手两手，还不能沾三手四手，所以这个劫是白棋，主要白棋不会怕这个劫，白棋不会怕这个劫，好像有就这样，有这一图吧，好像有，当然手顺是不是这样我不是非常确定啊。反正我觉得黑棋肯定是要往这边动的，没想到他去反加了一个，有点奇怪啊。实战我跳，我现在觉得我应该要走这个。他如果再照实战那样拖断的话，我甚至可以这样，然后我再去分割你，那你这排后是其实效率不高啊。而且我这样也有引到吗？有引到，那你只能提，那你还只能提，我再挂到这个，你说跳，那我再往这边拆了，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东东？当然，我这样好像也可以，我这样也可以，但你逼住我再掏你脚，你这排后是没什么效率，但我的木是捞的特别爽，这个20，这个也20。随便就40目，你这边哦，再加这边55目大概有了，因为这边也有一点潜力。
那其实这样黑棋目数就非常的刺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尖在这个位置，跳这个被他拖断，其实我那时候还真有点难受，我那时候还真有点难受。第一感当然是走这个，那他肯定会拐回，那我再怎么走，我只能藏这个吗？被他这一贴，好像跑下吧，我只能这样，这样我肯定不好，这样我肯定不好，所以就算他这样，我好像也没什么好，所以我好像我只能这样想，那这样很明显是黑好，他这个特别厚，我说再照刚这样走，他。不用去管争子，他可以往这边逼。我大概怎么哇？这样子走哇？这样走之类的。他这边还不用拆二，他就压了，还是去补角？去补角吧。这样我好像还不敢把这贴出来，我觉得。非常凶险啊，这个可能还不敢贴，那他这个势力太可怕了，这个太可怕了，随便一看都七八十种说不定都有。所以我发现打了场好像要坏，我实在我就单场。单场我本来预想他是立的。然后我在想，我有可能把这个子给卖，我就可能就不走，但这样其实摆的也挺差的，我其实这样摆的挺差的。如果再走，好像还是没什么好，等于说这边少换了一下，那其实也差不多，白棋可能要往。这边隔分要跟逼近这边，但是哎，感觉白的总是没什么好，没想到去吃一个。哦对，吃一个，那我打了打肯定是必须的。那他我本来想说他如果粘上我就粘下边，或者是我粘这个，我还不太确定，他肯定不可能去吃这个。所以他应该会立了，然后对这边应该不会，他应该会这边怎么走一个出头，那我飞过去，对，他有可能会这样，这样我好像好像不满意，我觉得这样摆的。没什么好的，他这个效率太高了，当然还有漏洞，但是暂时没法出他棋，我觉得摆的并不好，所以我应该会粘下边，那他应该会跳一个，这段要不要补啊？我觉得应该要补，再这样之类的，哇。这随便摆的，但我觉得这样摆的其实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这时候他跑去搬一个，我觉得我当时实际上觉得他应该是要造劫，所以我想说，假设我走这个，那他可能往这一开，开上面还是开下面？应该会开下面，因为他如果开上面。我有可能有粘这个有一个劫材，所以他应该不会开上面，反正开下面等一下提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假设打这个，那他往这一开我只能提嘛，那他往这一拍我就不知道下什么，我真被开掉挺不满意的，当然我倔一点，我好像还可以这样，这样好像也还可以，哦，
这样也还可以。哦，那也许我应该这样。但是他如果找在这边呢，我还是粘吗？这样好像也还可以。哦，那也许我应该这样。当然他也有可能不会马上去开，也可能在那边走一个之类的。诶，对，他如果走这个，我假设我要吃他，我肯定这样。这时候他在开，我是不是就炸了？这样就比刚刚差多了。但是我假设我挡这边好，这开掉也差不多。我假设我必须藏的话，那我这边已经先亏了，我这边已经先亏了。他还是不去开的话，我至少我已经先亏了。不过他这样会死。那实战也许我应该这样想，他如果现在去开，这样我可以给，这样就另一盘棋了，黑棋好像也还行，这样就是另一盘棋。但我实际上我没想那么多，我觉得他要造劫，我就不给他劫财，所以我就藏。翻下就粘住，但这样就等于我多花一手，他可以走过来，这样我满意吗？好像也还能走啊，这样当然也还可以啊。但我搬这个就另一盘棋，就是我在提，然后他靠一个找劫财。我这时候如果我就粘上，我为什么没有粘上？我应该要粘上，这个也没什么东西。这没事啊，他只是把自己卖死。我应该要粘上。在下什么？粘，提过去。这个节奏有点看不太懂，看一下时间。这么久了，赶快。算了，就略过吧，这有点复杂，搞不太清楚。我觉得这时候我不能硬了，假设我硬了，我不知道下哪去了，那我这块棋就没有交代，好像也不太对。当然我现在发现我好像其实我可以唬这个。他断的时候，假设这时候他没劫财，那我这一双就要吃，我太爽。假设他走这个步我都不要了，我一双就要吃。也许我应该这样想。确实我应该这样想。他提我就虎下面，这样他没劫。假设他铺这个，好像也有可能。我还是没劫，这个我得把这边卖了。这样好像也挺凶险的。不过我还有个小角可以活，他没有吃进，他还要再花一二，再花两手才吃进。先把这个走过来，这能活吗？应该能活，但是他整个外面都白棋特别厚，我这时候就粘住，我应该要怎么硬一个，然后怎么提过去来唬这个。确实实战的时候没想到。
失误，男主被那帮狗取活了。那这一串感觉白的也没有好，白的绝对没有好。啊、他飞这个有点特意。我本来觉得他如果跳我的点角，然后走那个最常见的，如果飞下面，我就要想我应该会怎么做。所以，然后就下这个特别看不清，不知道怎么下的。哎，这样就比较复杂，我也有可能这样之类的，就是另一盘棋没什么，飞这个就是很特别。定时是到底怎么走的？我应该要这时候搬是吗？他就立下去。我怎么觉得这样我不是棋啊？贴我靠这个。我好像应该这样，诶，这是定时吗？这是定时是吗？就是他搬，那我就搬这个，这样白棋满意吧？这样肯定白棋满意啊。我可能走这个，远离这个后势，飞过来我再点这个。诶，好像白棋蛮满意的，也许我应该这时候去搬。我这时候被他机敏的搬这个，我有点痛苦。首先我打上来这肯定也这样就跟石丹一样。然后我肯定也不能虎这个啊。但是一边立就这个已经不是棋啊，这摆的肯定不是棋。所以我应该怎么下？好像应该也只有实战的下法了。这感觉黑的就赚了，两边都下到了。尖这肯定不是棋。一般要走，应该要他这边特别薄，拖了搬进去，有可能，毕竟我这边厚了，拖了搬，这样子有可能。那他实战那样子，就等于说这个定型，就等于说他去挂一，我小木他去挂一个，然后有点类似我在那边夹一手，然后他跑去尖这个的感觉。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如棋，应该不如棋。贴过来跟着虎，他这边应该不要跟着走啊，应该要这边走一个。虽然看起来比较委屈，不过应该比实战好，我觉得应该比实战好。因为你这虎，这肯定凑我走棋，我将来贴还特别舒服。掉一个。这个算是目数蛮大，而且也是说下一步一挤，我这特别痛苦。这一打，哇，这局部马上就死了。有时候啊，下棋一个没注意，哇，这个一被搞这个，然后发现自己往外跑就死了。假设是没这一颗的话，这个如果随便乱掰，这搞不好都直接死了。而且就算没死，就是一排单关，他先手挡到这个，这谁受得了？所以实战我这时候马上跑去挤一个，肯定是必须的。然后我想一下，我去补一个。他这时候肯定不要搬这个，这个肯定不行。应该要先拐过来，然后再封住。怎么去收官都比这个好。这两颗本身就很小，立这个好像蛮大的，关系到这边的问题。我可能会去打吧，
这样子肯定，力这个啊，弧这个都比这个大，我肯定不要去想，肯定不该硬。当然我弧这个也是必须的，不然他等一下就直接给我塞进来，我这特别痛苦。我为了帮助木树，我可能还得粘这个，哇，那已经不是棋，那我粘下面这特别薄，特别薄。我虎的牌是有短，所以他这个塞进来特别痛苦，所以我必须去虎这个，那他硬就是不应该。我虎的长，我特别舒展，等一下我断了靠过来，啊，他这个模样就烟消云散了。他长这个肯定不如虎这个大，同样是关系到这一块的后保，他肯定不如虎这个，他肯定不如立这个。你看这样我还先手，整个，哇，这太大了，然后这贴过来又特别爽，上面的墨书都是我的，这时候跑去挡也是莫名其妙，肯定要走这个，不要过来。我去打这莫名其妙，虽然本身木数是蛮大的，但是肯定不如中央后保大，后保是很重要的。那他这个中间就这边就是公园了，我下一步一团就火了，所以我必须我这样子，他冲这个肯定没意义啊，肯定要贴过来，绝对要贴过来。我可能会，反正这个棋是双方都不想走的。假设他这边一直走，我有可能这个白六我就未必敢下，我这一手棋我就未必敢下，也有可能我跑去加补这一块，那他这个就赚到了。那等于说，那他现在实战他跑去走。等于说他去走这个，然后凑我这边去加补一手，那现在还该白瞎？等于说他莫名亏了一手棋啊！你看吧，实战他去走这个，然后我加补了，那等于说，我想一下应该怎么讲。假设说这样好了，我未必敢下这个。也许这样我会死啊，也许啦，当然好像不会，但是对啊，这样应该不会死，但是他跑去走这个没意义的灭我眼，所以我肯定不会死啊，我随便跑啊，就往你空里跑，往你的空里面跑，那你也拿我没办法，对吧？所以他这一手肯定是不好。然后现在好，我又把这个打回掉，他这个肯定也下错了，肯定要单靠，然后我刚尖，然后将来挤一个是他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脚上一二三四五六六目棋，六目棋，那他始终这样下，他自己没变嘛，就是刚三目棋，那我这边。我莫名提了一颗七目棋，再加啊不，提了一颗一目棋嘛，那脚上目数没变，那我总共是七目棋，那我肯定比刚还便宜了一目，所以他刚刚我大飞进来，他肯定需要单靠，哦，这是有这颗的情况下要单靠，那你如果是顶这个，那就跟实战一样了，那就跟实战一样了。我七目棋，所以这边有子的时候，肯定是要单靠下来。就是说，你如果这边这颗没有黑棋的话，我可能会藏上来，对吧？那你肯定就亏了。所以就是说，这边有子，你就必须单靠，这样子多挤到一下，肯定是便宜一目棋。所以实战他亏了一目棋在这个地方，
然后粘这个是最后的大桥。粘这个我完全看不懂。哦，对，说点墨点墨，我们这时候可以先给黑棋点墨。哦，这个是黑的，这个是黑的。先跟黑下，我假设他去吃这个好了。好，现在墨数是怎么样？我们来点一下，这算努力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目棋。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七加十八、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十二目，那黑棋这个力道是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这有没有停止？没停。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盘面差不多，盘面都差不多，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这时候我肯定赢多了。看来我的感觉还是正确的，盘面差不多。那他搬一个这个就更夸张了。我觉得我有关系到我赢，我说我在这边飞一个，想说他，我实在以为我可以吃得到，但是其实他搬这个我不好下，因为这个靠没有先手，断他就粘住，这样子我未必吃得到他，因为关系到我的大龙，所以其实他搬一个我不好下，我本来想说他如果搬一个我应该会反搬，然后这样，然后我再联络一下。就 OK， 当然这个是最大，然后没想到他是真给我吃，他说冲这个过去肯定也没意义，就这样。哦对，这边如果我采用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一，这个冲他应该还是会粘吧，这个打到，这个算我打到，所以我。黑棋这边有六目棋，对吧？将来是几应该是黑的，不过两种都一样有几。哎，所以说我如果打到的话，所以我这样下是比刚刚单尖的还要好，是因为这。诶，好像没比刚刚还要好，是不是？诶，那我好像啊，算了，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但他打这个也是不智之举，这个肯定更大，后面就输多了，我夹了他肯定只能虎下面，这样被我吃了当然就不行，后面就没什么了。好了，今天下子棋的讲解就到这边，哇，40几分钟啊，好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